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小麦。今天吃的是家常菜，这个是东北最火的溜肉段儿，还有鸭血，炒鸭血，还有肉末茄子。开动啦！巨好吃。辣辣的。这个茄子真的是下饭神器。你们爱吃东北菜吗？你们最爱吃的家常菜是什么？巨香。好好吃。拌饭。哇，今天换了一个木勺，要不声音太大了。好香啊。这顿饭吃的真是太香了，太满足了。特别嫩。太赞了，小小我还真是第一次点，但是真没想到这么好吃。真的是在东北，这个溜肉段是点菜率真是最高的一道菜了。
真的是超满足超幸福的。我已经吃得很撑很撑了，那今天你就吃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朋友们请点击关注吧。